黄老师，早上好。李老师，早上好。蔡老师，早上好。小朋友们，早上好。小朋友们，早上好。哎，如果黄老师说小朋友们早上好，你们怎么回答呢？洪老师早上好，好不好？老师要听，小朋友们早上好。很好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要一起学习中文。那开始之前，我们先一起祷告。闭上眼睛，合上手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您，您爱我们。现在我们要开始学习中文，求主耶稣帮助我们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睁开眼睛，好，那我们一起学习吧。小朋友，我们要开始学习新的课了，你们要记得小眼睛看老师，小耳朵听老师，小嘴巴不说话。嗨，小朋友们早上好。今天我们要再学新的生词了。对，有什么生词呢？人家老师，我你喜欢不喜欢，不喜欢，对不对叫吃喝。好的，小朋友，那现在我们再一起复习一次吧。这是口罩，这是口罩，这是面罩，这是面罩，这是纸巾，这是纸巾，这是湿纸巾，这是湿纸巾。哇，小朋友，你们学习得很棒哦，棒，我真棒，耶！好，那我们的课已经结束了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先一起祷告，闭上眼睛，合上手，亲爱的主耶稣。谢谢您帮助了我们学习中文，现在要结束，谢谢您的带领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睁开眼睛，小朋友们要记得哦，学习中文真有趣，同学们再见。
小朋友们再见，你们要怎么回答呢？再见，洪老师。谢谢洪老师，上帝祝福你。